为何苏联解体和平分手，而南斯拉夫解体却征战不休？1991年苏东巨变，苏联解体引发一连串的反应，苏联解体成15个国家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成2个国家，而南斯拉夫最后解体延续至今。而一个很明显的疑问是，苏联解体那是和平解体，没发生什么战争，为啥南斯拉夫解体战争冲突不断，到现在都不能停止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状况。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，开启了苏联解体进程，在一年内其他加盟共和国先后解体，而且关于遗产的分配也是和平解决，最后苏联和平的分成了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摩尔多瓦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阿塞拜疆、亚美尼亚、格鲁吉亚、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等15个国家。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和冲突，除了格鲁吉亚内部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搞独立外，完全是和平分手。但是我们看看南斯拉夫，从1991年开始发生斯洛文尼亚战争、克罗地亚战争、波斯尼亚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马其顿战争等，流血冲突不断，最终经历几十年战乱到现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苏联能够和平分手，而南斯拉夫却是流血分家呢？其实主要原因有两点。第一，民族成分不同，苏联虽说是联邦，但是俄罗斯族一家独大，占支配地位，其他民族那都是少数民族，无论人口还是经济军事都没办法跟俄罗斯相比，因此小弟们谁也不敢造次。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，南斯拉夫有五大民族，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各民族还是军力敌，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是相互不服气，相互看不惯的，最后就是相互征战。第二，主动性不同，苏联是俄罗斯主动搞解体，想甩掉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包袱，因此俄罗斯主动搞，其他小弟谁敢闹事，那不是找臭吗？而南斯拉夫就不一样了，是小弟们一个个不服气要单干，那是被迫解体的，而塞尔维亚不同意，于是一个一个打，一个一个撕逼，最终酿成一连串的战争，战乱不断，所以啊，国家的国情根本不同啊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，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。